我们在一起就是向往的生活。这里是由特仑苏冠名播出的《向往的生活》，向往的生活从做更好的自己开始。小米十五 G 高端手机，一亿像素更清晰，提醒您本期看点。听着，闷声发大财，祝大家健康啊！干杯，干杯！我们俩是颜值担当，狼哥是勇气担当。给你飞一个，太吓人了！跟孩子一样，不愿看到。保持的沉默不分离。向往的生活首席合作伙伴小米十五 G 高端手机，一亿像素更清晰。向往的生活官方智能助手小度智能屏，小度在家，陪伴在家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七猫，下载七猫免费小说，免费看书100年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换5G 手机逛京东，开启向往的 5G 生活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作业帮直播课，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。特仑苏，向往的生活，待会儿见。特仑苏，向往的生活，现在继续。这里是由特仑苏冠名播出的《向往的生活》，向往的生活从做更好的自己开始。向往的生活首席合作伙伴小米十五 G 高端手机，一亿像素更清晰。向往的生活官方智能助手，上百度搜小度，零元体验小度智能屏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七猫，下载七猫免费小说，免费看书100年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换 5G 手机逛京东，开启向往的 5G 生活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作业帮直播课，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。小米十五 G 高端手机，一亿像素更清晰，提醒您前行回顾。佛跳墙为什么摘了？现在真的只有唯一的习惯。我们家有好多玫瑰，很香的，哎，可以做那个鲜花饼。哎，我来炼点猪油做的玫瑰鲜花饼吗？听说你最近修行了是吧？他瑜伽特别厉害。也没有特别厉害。再待会儿几个年轻人可以去哇哦了。哇哦。特别可以，太厉害了！怎么会这么冰的分享？我们拿的上面冷冻的，而且冰完之后有感受到那种甜甜的味道，就微甜也不腻。我们是真的是啊，这么多年老朋友就是一个失联状态，也挺绝。主要因为咱们在一起耍的时候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东西，什么我有你的电话，我有你电话，没有微信啥的，现在都不用电话，谁家还打电话呀？一会儿咱俩把微信加上。微信加上。老街坊都不爱来往。是。我刚才说，我说你跟老郑多久没？他也有年头没见上了。可不是。是。说这个，他说我跟郑就是老街坊都不来往，地儿太潮。对对对。没错。不敢见面，不敢见面。狼哥，你们家后来正午庙那房子还在吗？在啊，还是很有感情的。我们天天在跟那儿混。对，就是我们单身汉的据点。嗨，那时候我们还偷偷，我跟小松偷偷跑到那他们家那房子外的窗户外往里看。不能再往下聊了啊！看狼哥吓的，还忘了我手里拿的是什么了。我只能灭口了，磊磊子，不给你拨出去。你就把这轱辘剪好了，给你媳妇儿寄过去。他到时候可能急了。来吧，朋友们，要换那个水衣。下荷塘是吧？对的。哇哦，哇哦。娜娜，你穿多大的鞋啊？我穿36、37，有36、37，正好都是。我们把鞋子脱了，这样直接这么穿吗？对。我是双背带，好酷！已经双背带。
嗯，你这个穿对了吗？哎，是这样是吧？应该是吧。哦，紧不紧？可以。嗯，好，谢谢。还挺合身哎。那这个妹妹，你要粉色的吗？我都可以。带粉色的，我俩一样。好，好。走吧，我们。好。哇，变成剁肉了。对，我做那狮子头。我超想吃狮子头的，耐心等待。我们去哇哦，哇哦，晚上是 chill。好吧，希望你们都这么漂漂亮亮的回来啊！不可能，下荷塘了还能漂漂亮的回来？对啊，来吧 ，Let's go go go。小欧，拜拜。哇哦，好开心啊！进去要小心，因为它这个地板不太好，拔出来脚那个地方。哇，我的天哪！可以吗？还行还行。哎呀，小心小心。没事没事。好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哇！慢点慢点慢点，千万别倒。什么感觉？是不是不太好？好黏啊！你怎么了，鹏鹏？陷下去了，有点拔不出来。我从没有比我哥高这么多过。咚！运气时好时坏。哇，这个不能久站，朋友们，久站会陷。这真的蛮卡的。对。可以吗？哎，小心，小心！我一直卡在，卡在我刚刚卡在过的地方。我会拽着一点衣服，这样子可能会帮我好走一点。怎么连走路都那么困难？往我这边来，我们看谁先挖到第一个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运气时好时坏，实力伴随。这个根太容易断了吧？可是啊，不小心搞断了，对不起。老师说是一个，乱掉从泥土里面挖。嗯，是。那荷叶已经耷拉下去了，就说明下面有，就已经烂了蔫了、嗯、就底下那藕就熟了。哦，你们就顺着这下去就能摸着，摸到那藕，就这样把它这样拧拧拧拧把它拿出来。好，懂了啊。所以要摸下面一点。对，咱们试一下。这样挖得很深吗？要很深，妹妹。一块石头，所以就是要顺着这个根摸吗？啊，有了吗？石头吗？石头，是不是石头？哎呀，我老抓到石头啊！哎，峰峰，你抓到了吗？并没有。这是藕吗？哇哦，应该不是。呀，哎，有吗？没有。啊，这个真的是，哎呦，我跟你没完。
哎呦呦，谁摔了？拉风汉哥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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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太线太深了。妈，你还好吗？我还好。我觉得，哎，我觉得是不是跪在里面好一点？很难摸哎，那个根。惨败呀、啊，今天。哇。这是我们家小时候我爸爸做过年一定会做的菜，对，狮子头似的，每家都得做，可不是。把这两块梨叶切成这沫儿。OK。嗯。把梨和的肉馅了，这是你发明的还是本来就有这个？本来是应该搁荸荠，但是呢，我们在北京呢，就通常就反正苹果梨都行。第一个呢是让它有点甜味儿，再一个就是让那肉松一点。啊啊。我这还真是，你这招好，我回学会了，回去搁点梨。是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弄肉把梨放进去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可以，可以放梨。这么大的就属于狮子头了，确实。嗯，个儿大，真不错。他用这种柴火烧着就特别好吃。对，应该柴火饭。这就炸好了，看见没？这就好了。对啊，六个丸子，我就上屉蒸。哇哦，妹妹你怎么样？并没有挖到。再往里探。这个感觉好难挖。啊，太难了这个。慢慢弄。